太漂亮了，现在再过去转几圈看一下，要小心走路，等一下掉到池里面就完了，被那个锦鲤都把我啃掉了就完了，走来走来走来。结果，怎么的？看一下，这里叫什么啊？孔雀。孔雀啊，哦，这个叫孔雀啊。哇、哦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真的很帅，帅到爆炸，这些要有咁大个鱼先靓啊。首先屋企要找到咁大个位置养佢先得，大个池。哦，这里只是它的一个零售的一个场，然后的话鱼池的话，养殖场不在这边，养殖场还在另外一个地方，看一下。哦，漂亮漂亮漂亮，跟上节奏。好了，那现在准备打包进去看一下有没有要帮忙的。这开个美颜真系容啫，咁靓女怕咩啊？喂，小条出嚟，等嚟。好了，看一下，这些都是戒指，全部打包了，一锅端了。好了，看一下溶解多余。哇，好嘞，这一把都很漂亮。看你漂亮啊！走，哎。我今天又赚了200了，走了。哎，你听来就影响来了，今日去咩嘢啦？几件衫嚟啦吓？哎，当件衫。影佢头灯啦吓，唔好影相。怕你太阳冇咁快溶啫。好了，到家了。天色都黑了，哎，有点堵车，现在准备开箱，放火！啊，一级吧！哇，漂亮！我靠，哪能米水？好，看一下，来！哇靠！这什么？菌脚，刚才是菌脚鱼了，刚刚划破了。好了，反正下池了，就这样。OK。